还没订阅的赶快按赞加追踪啊。今天来到了位在阳明山的雅尼克梦想村，这里非常有美国的氛围，也会跟着美国的节日去做布置。梦想村二号店主打雅尼克经典的生乳卷以及不同口味的切片蛋糕，开放式的烘焙空间，还可以看到蛋糕师傅制作蛋糕的过程，超级有趣。这个我们帮我一下。另外还有伴手礼跟可爱的法式蛋白饼，以及生日配件可以选择，每一个都超级可爱的啦。梦想村一号店保留了许多美国人在台湾时期的老物件，美式乡村座位区可以一边吃着糕点，一边欣赏美军历史建筑，超级享受的啊。保留了真真实实的古典音乐盒，每日下午都会播放音乐可以来聆听哟。每到冬季都会凝聚在一起取暖的壁炉也有保留下来。馆内还有许多复古的古董小物件等你来挖掘哟。梦想村一号店主打的是美式派塔，还有冬季必吃的草莓系列，每一个都超好吃的啊。除了舒适的内用座位，天气好的时候也可以来野餐一下哦。雅尼克都有提供免费租借的野餐垫以及野餐篮，可以到建筑物后方野餐区用餐，超放松超享受。保留了美军宿舍的砖墙，都可以来看看历史哦。另外每个月都有不同主题的亲子 DIY 课程，都可以提前到线上报名。好吃好玩又好拍的亲子行程就在雅尼克梦想村。